谁在里边呢？哎呦，老于，雷哥，吓我一跳！你这干嘛呢？啊，我刚才听见下面好像有动静，我以为进贼了呢。啊，是你？你在这干嘛呢？这装修的声音太大，后院里没有不让我去，我下来溜达溜达。嗨，这有啥好溜达的？ 是没什么可溜的，走吧。饿了有什么吃的吗？哦，杨队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他们可全都在上面。 万一打个照面，我们都暴露。后边我查过了，除了垃圾什么都没有。雷哥，吃完了记往账上啊。哎，回头出去给我买把锁。好的。 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门外乱的没法下脚了，一会儿材料来了，没法卸货啊！哎，老板，您这又买的什么呀？卖点电子产品，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呐。好嘞。老板，我们安装工具没带够啊，空调先搁这儿了，改天再来装啊。 一会儿空调安装，你得盯着啊！空调质量主要是靠安装。老夫人，都准备好了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走。但是我建议，动手之前，我们再观望一下。被盯上了？啊，那倒没有。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，车厘子明知道动了谭家的人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不是我们的对手，正常人早就跑了。可他却大摇大摆的装修别墅，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诈。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，那么他当年面打死阿彪，故意激怒谭家，可能就是其中一环呢。是有点反常，可是。 这个车厘子历来都是不按牌理出牌，他赖着不走，这说明他还有更硬的底牌。大摇大摆的装修嘛，会不会唱的是空城计呢？毕竟这里不是凯撒的主场，他要想在这里纠集大批人马，谈何容易？再说，那是匹夫汉庶，可笑不自量。 倒是不排除这种可能，但是没有探清他的底牌之前就动手，会不会太过于冒险了？没有时间了，这里不是凯撒和车厘子的主场，也不是我们的主场啊。再加上我们这次带来了那么多人手，太过招摇，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。明天就是跟凯撒余党清算的日子。 我明白了。等等，别着急走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讲。夫人，您吩咐。喂，谁啊？小暖，是我。怎么了？雷哥有事吗？ 你立刻到二胡来一趟，儿子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？
你爸爸发生了什么吗？一切真相即将呼之欲出，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这里。好，位置发我。今天我在地下室的时候，差点被那个管家给发现了。后来幸亏是天雷给我打了个掩护。天雷那边什么情况？不清楚。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的话，他应该会把消息传过来。马丽，你那什么情况？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建筑垃圾。这个地下室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，还没来得及勘察就被发现了。同志，你看看这个人，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。这不是小钻风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看来啊，他对别墅里边也很感兴趣，八成是谭家的人。如果真是谭家的先头部队，那按时间推算的话，谭家的大部队应该也已经到这儿了，就是不知道在哪猫着呢。谭家终于到了算总账的时候。东子，你把这视频解析一下，做一个案情汇总，传给作战指挥部。明白。三姐，不会是警察吧？哪来的糊味儿啊？快走！你干嘛呢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，这咣的一声差点没吓死我。我要是在这儿了，变成厉鬼，你们也安生不了。你这烟雾缭绕的，修仙啊？你想上天，我们可不陪着你。在屋里边烧纸，真有创意。今天是中元节，我给好兄弟烧点纸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没大没小的。你要烧出去烧呀？外面今儿风大，万一刮灭了，这半张半张的到那边不好使。那我给你的铜钱抠成窟窿，你愿意要啊？阿豹，备车，我要出去透透气。